帝王蟹在做蒸汽浴，还跟龙虾在做蒸汽浴。是呀，是哦。帝王蟹胸口低呀，帝王蟹太大只了。噔噔噔噔。你看这个花纹真的是超棒的。这个还有球体，爸妈可以很放心。就中间大家你在哪坐在哪里吃都看得到小孩子在那里。哦，哇哇哇哇哇，鸡腿吗？超大的哎，你会痛风哎。Eu reparei que quando você recebe o amor que é maior que tudo, você esnoba, se retrai e não quer mais. Please don't talk about me when I'm gone. Oh honey, though our friendship's gone. Hello, 大家好，我是德瑞克，今天我们来到哪里？这边看不出来吧？这边看不出来吧？我们在这个地方。斗六的哎，这是啊，斗六的游客服务中心。我们这次不是旅行的 vlog， 这次是还是要来拍吃的。这边有一间卖火锅的，它就是之前我们在台中的排骨，那个会增酱。这一次我们更屌，因为我们找他九九来，我们直接点了大那个叫什么？那个什么？帝王蟹跟龙虾，就这一间人雀。而且主要是这一次我们还很特别，它这一间很适合带亲子，它在斗六这边当地已经蛮有名，它就很适合带亲子，因为它还有沙坑可以玩，就小孩子的沙坑可以玩。而且主要是它假日旁边这边。旁边还有市集，还有假日旁边这边有市集，而且它有一个清水公园，可以让大家在这边玩，我觉得很适合大家。然后这边还有一个游乐的设施，还有一个球，哎，一堆小孩子都可以在这边玩，小孩子放电来的地方，妈妈就是带着小孩子眼神空洞，然后爸爸在旁边就是。好像世界末日一样。好了，这边很适合了，真的在放完电回家好好休息睡觉。吃火锅可以玩沙，有没有看过？所以火锅吃完了没钱就吃土。这边还有球池呢，我觉得这边带小孩子来这么多，外面可以玩，里面也可以玩。外面玩沙。而且你主要看呢，我绕给大家看一下。绕了一整圈，他刚好座位旁边就是环绕着那个球池，所以你爸妈很不用很可以很放心，就中间大家你在哪坐在哪里吃都看得到小孩子在哪里。对，我觉得这一间比台中的，而且比就是它更适合带小孩子来。台中那个是比较特别，一个夹娃娃。对对对对，好，我们下去。这是真的，这是假的，这不能拿去赌。噔噔噔噔，哇，这个超浮夸的龙哎！我们的菜都到齐啦，现在这边的话差一个 A 五和牛，来了，刚刚好。好，谢谢。你看这个花纹真的是超棒的，和牛的花纹，帝王蟹、龙虾、生蚝、肉拼盘 ，A 五和牛。好，那我们等它滚了。哇，你看，它底下还刚好有蒸汽，有没有？仙气飘飘的。那帝王蟹在做蒸汽浴，还跟龙虾在做蒸汽浴。是呀，是哦。帝王蟹胸大只啊，帝王蟹太大只了。起来。一边是龙虾，一边是帝王蟹啊！我的镜头 ，A 五和牛，哇！你看它这个，我要放在灯光下，你看它这个纹路，哦。哦，烤的超爽的，这个超好吃的，它肉的地方很脆，肉质是脆的，然后那个油蛙是那个牛奶香，就日本吃的那个牛奶香。我帮你算一个。哇，他的麻辣锅真的，上次吃过，他的锅真的好吃。一口吃，很爽哦。等一下给九九他们吃吃看，真的很好吃。对对，来，我来吃这一个松板酥。
嗯，哇，真好好吃哦。脆脆的。嗯。极光双酱牛。哦，我看到极光了。双酱牛的肉比较扎实，可是它的油花的香味又有出来，这个我更喜欢了。第一个是第一名是那个和牛，那这个第一名是和牛，然后第二名是这个极光双酱牛，再来的话它的双板猪，赞。哦，哇哇哇哇哇，鸡腿吗？龙虾鸡腿吗？哎呀，你的那个汁都没了。对啊，就直接这样吃吧。对啊，就直接这样吃了。超大的哎，你会痛风哎。你会中风还痛风？哎呦，你真的是吃鸡腿哦。哦，你想汉够啊你？你可以保持一点形象。你整颗腮，你整颗腮，你也没问你舅舅要不要吃。在我的魔法阵之外，你看这个超特别的，他说不是章鱼烧，这不是章鱼烧，它叫什么帕海丸烧，这个是小章鱼吧，玉米，然后这个包怎么这像鱿鱼之类的，蟹脚，而且我刚才看它有一个是卖中间是芋泥的，哇哦，哎，超可爱的，你要吃哪个虾？虾，樱花虾。很真材实料哦，来看一下，看起来很好吃哎，你看一下，整只的小章鱼哎，小章鱼还在动，哎呦哎呦还在动，看起来是有一点像是蛋煎哦，哦好香的那个蛋跟胡椒味哦，它是蛋煎，你不要想象就是鸟蛋上面放章鱼啊，手工的布朗尼哎，马德莲。苦巧克力我最爱了，完全不会腻，而且吃了会有那个，会有那个叫什么，浓到那个叫鸡皮疙瘩，对，鸡皮疙瘩。来实际是，这个是在地人推老吴老的这个，哦，他做很多坚果系列的，花生，好，谢谢，嗯，好香哦，花生很香，真的好，很香，你咬它就马上就有一个碳香味跑出来了。